You'll never be my hometown girl. There's nothing like her in this world. I'm tired of the get around girl. Ain't nothing like my hometown girl. 大家好，我是老周。哎呀，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。自从那个去年十二月份开始，我们就没有更新视频了。因为呢，确实没什么好拍的。这个疫情期间呢，我们的房车也出不去，所以呢，索性就停更了吧。那现在呢，你看饿的地方都开放了，你看老周已经三年没有出境了，所以呢，这次老周要去新西兰去玩一玩。现在老周是在浦东机场，那看下来其实感觉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了，包括我们这个出境啊都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。浦东机场已经三年没有来了，但是呢航班呢应该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。新西兰航空的这个飞机餐还行啊，这个是牛肉米粉，有一块小的蔬菜沙拉，起司粉，米饼，还有一些黄油，有一块小餐包，还有一块甜点，还不错。终于到了，坐了十一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一大堆的行李啊，等着过关安检呢。哎呀，今天你看太阳出来了，这个天色就好了啊。昨天还下雨吗？昨天不下了。他可能停电了是吧？没信号了是吧？进留言了就。哦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哎。这边是一个迷你的练习场，一般适合初学者。看得见去哪儿了吗？看得见。它这上面会显示的吧？对，148。148就是 fly distance， 然后到下面再滚。哦哦。来到这个 countdown， 这 pharmacy 是药店嘛？从这边走。这边是熟食，这个是。Hot roasted chicken 就是啊，烤鸡呀、啊，烤鸡，16.5。16.5。这还不一样，16。对，新西兰最近的物价说涨得很厉害呀、啊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奶酪啊 ，French truffle bread， 有蔬菜，蔬菜很贵啊。这个小白菜4块钱一包，4块钱相当于
17块钱人民币。这些都是肉，这是 pork， 这些都是 pork 啊。lamb 呢 ？shoulder chop 是，这些都是 lamb 吗？哦 ，lamb。这个价格多少？Skinless breast， 胸鸡胸肉啊？鸡胸肉它就要15块钱。嗯，怎么这么贵啊？对的，因为它是去皮的。好贵。这个去骨鸡腿肉是也是15块，去皮去骨。去皮去骨。就难怪这个鸡肉这么贵，它都是我们看叫什么？free range， 散养，就是我们那边说的土鸡。据说现在新西兰的这个鸡蛋的价格飙涨，这是十二个鸡蛋一盒的11块，相当于44块钱人民币。因为奥克兰现在新西兰现在不准笼养鸡的，只能散养鸡。这边红薯的价格，金番薯真的是金子做的。